悄悄的进巢，打枪的鬼咬，他们没发现我。一 Q 上去，先杀 AD， 再打露露，露露没闪就死了。不愧是月斗恶人，这带闪避，我这一米八的武器直接拍到小兵上了。又闪避是吧？我直接一 Q， 你再闪啊！赵信来了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凡哥你自己保重。开局亮段位，对面是个大师，一个钻石，敌方打野抢我赵信，不能忍。这盘挑战一次不死，并且血碎带赢。前面正常红开出山，第一波抓上。上路都是版本强势英雄，属于不服就干的那种，双方打野谁先来谁当爹。赵信还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爹我当定了，先走上去 EQ 留着，交闪再 EQ 跟上。 OK， 他死了，人头谁拿 CC。 好的，这盘看剑姬表现，双方下路都很凶，不服就干。赵信来了，残血 AD， 但他身上有几种闪现 EQ， 开一下锤石宅有危险，救一下，大招该上。这波锤石不得把我血尽之苦。上路又在打架，还扛塔了，不把我放眼里。先走上去拍塔 ，EQ 留着。没闪吗？那直接 EQ。又是你的头啊，赵信。没技能追不上，那先走。他身上是有蓝的，他家蛤蟆还有10秒刷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是去打蛤蟆。蓝已经被他打了，现在过来的话，肯定再打一半。果然 ，EQ 上去。燕子拍没闪就死，死之前还帮我打下蛤蟆，不愧是赵信玩家，人就是好。这里有一只蓝刀，过来刷一下 EQ， 拍一下300块。圣龙把先锋打了，诺索想跟我单挑，我浪都是那种单挑的人吗？我后面有人，可以上中也崩了，再把河蟹收了。诺索又被打惨了，残血人头，残血塔，身上有个刚打的先锋，放先锋吃一塔再杀人，哇这太爽了，想想都刺激。绝望吗少年？直接一颗上去拍一下，又是你的头，吃个一塔和塔皮弥补一下自己，没有白来，走到哪哪就打架，天意啊。直接一 Q 大招盖上拍一下300块，再来野区搞事情，赵信红刷了，他估计在打，过来看一下。嘿呦，这真的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粘着拍，现在才放大，我大招也快好了，他进塔了，不能等E了，闪现大招该上，再一个 Q 走出塔外，完美。下路又打架，诺索来了，从上路走下来，一 Q 先杀露露，有大招，会影响，走吧，侠可能还有大的，诺索过来追我了，他追不到我了，哎，一 Q 跑路，哎。这一刻怎么没一个过去啊？挑战失败，随后对面发起投降，游戏结束。